除毛完后蚕蜡用的到处都是，搞得头很痛，难以清洁。就让八小编来告诉您如何清理吧。内锅清理教学：先将锅子加热，使蚕蜡融成一体，再用纸巾沾一点茉莉花润泽油进行擦拭。这样内锅就干净了，还有内锅专门清洁油也能进行清洁哦。啊，对了，如果有没用完的蜡豆，也能使用保鲜膜将它放冷常温保存。茉莉花润泽油，清洁内锅没烦恼，快来使用看看。